人，是不是？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心里我还说，哎，我是不是长得跟他有点像？确实有这种，真的有点像，感觉像是来参加模仿秀一样哈。那这样，像三林爹，刚才他唱了《好日子》，听说您有一项技能，就是不管什么歌都能用戏曲的方式给他表现出来。那个《好日子》，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唱一下？那咱我给他改成曲剧。中啊！中啊！来，好日子，来。来老师开始走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吉祥的事儿都能成，明天也是好日子，可带劲，可老肿了。哎，我带的肿着。肿，我觉得以后啊，恁俩可以姐妹俩牵着手一块儿去演出了。对，太荣幸了。谢谢小英姐啊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组的二号选手，来自河北邯郸的秦山。那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从几岁开始学戏的呢？我从10岁开始学习这个戏曲基本功。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觉得学习戏曲的过程当中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俺媳妇儿。啥？俺媳妇儿。媳妇儿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唱戏能唱来一媳妇儿？可以这样说。不是，你看那台下的都笑了哈，都是很好奇，你媳妇儿在哪儿？来了没？我们问问。来了。来了。哎，有请他的爱人。不是，我请秦山的媳妇儿呢。你陈海维，你不是应该在那个明星擂主评审团里坐着吗？你上来干啥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都忘了？你给我说过啥呀？去年在这儿啊，你是我黑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